假如你有40万，你会入手哪里？今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性价比。欢迎参观你的家，入户大门进来就是你家的一个餐厅、客厅，餐客一体化。首先，我们先去参观一下你家的一个厨房，一个 L 型的设计，厨房三件套。消毒碗柜、煤气灶、方太油烟机、厨房中的战斗机，通通配备到位的。这边还有一个生活阳台，同样预留了洗衣机、晒衣服的位置的，非常的棒，相当的到位。接下来参观一下你家的一个餐厅，餐厅配备一张4人的餐桌，平时约上几个朋友在这里小酌几杯，也可以忘掉生活中的是是非非。这边呢，就是您家的一个客厅了，足足3米4的开间。同样连接的一个景观阳台，不管是采光、通风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。接下来参观一下你家房间的一个布局，首先是一个长辈房，长辈房配备一张1米5的床，大飘窗，同样是配备到位的。长辈房的对门呢，就是您家的一个工位的位置，所以说您家父母平时晚上上洗手间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同样干湿分离的设计，采光窗、通风窗通通配备到位的。接下来再参观一下您家小朋友的一个房间，您的小朋友在这里生活在这样的天地，一定会充满活力。这个房间呢，还赠送了1磅面积的。这边小儿童房出来呢，就是您家的一个主人卧，主人卧一进门就是一个干湿分离双推拉门的卫生间，同样是有配备一个通风采光窗的，相当的到位。这边呢，就是您睡觉的一个地方了，同样1米5的床，3米的大飘窗，大衣柜通通配备到位的。这样一套94平的小商房，让你刚需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房。